大家知道的，我今天不叫 Hello Kitty 了啊。啊，预备，大家每天打招呼的 ，Hello， 同西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 同西吧 Kitty 徐佳琪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大家从今天开始限定一天，我姓同西吧。对，然后同西吧。说买到电子产品，我因为个人非常喜欢头虚吧的产品，然后我也很喜欢它的外貌，就是头虚吧的那个 USB， 我特别喜欢那个，除了它的产品的功效还有外貌，所以我就上次买了一个手机，长得跟头虚吧 USB 很像的一个手机。对，然后我又很喜欢头虚吧的那个宽宽的那个 transfer jet 转换的那个东西，我就买了跟它长得很像的一个秤，对，然后这就是我在网上买电子产品的经历，一个手机一个秤就没有了。然后头虚吧爸爸还送了我 transfer jet， 就是我们那个运动会上面就是可以转换的那个东西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在用了，很好用，很方便，推荐给你们，谢谢。